在您认真访问的时候，燕君冷冷的冒出一句：“他长得像方炯斌啊。”你怎么尊重的来宾？你说什么？说什么？他好无聊，你听谁说的？各位网友，郭燕君说他长得像方炯斌。对，等一下看着办，一定要有外貌。那是哈。可是这是怎么讲？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啊。就是有些老师看到，就被家长看到说长得比较正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怀疑你们的教学能力？嗯，会。而且有胡子。你有胡子，有胡子是美女。对。就例如说，像暑假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生啊，这样。那新生家长都会跟着来一起听，然后听到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老师哦？啊，你有大学毕业吗？”这样子。对。可是你已经三十几了。我是硕士毕业。那对啊，那念完硕士，好考对。所以我还是会被怀疑。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就是例如说，因为家长会坐后面这样，嗯，那如果说你教完的时候，小朋友很喜欢，他出去就说：“妈妈，我觉得他教超棒，我就是要补他的，一次可不可以教三年？”这样就蛮好的。三年，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因为有时候长相甜美会让学生产生信任感，跟认同感，对不对？哦，如果说，哎，他去就哇塞。是，好，让所有学生信任感这样。刘姐，你觉得会不会被怀疑能力？其实怀疑能力的话，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就是一开始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你是不是经验不够？但是通常其实我们一开始讲座的时候，就是试听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陪同一起来。那其实我遇过很多次都是爸妈陪同一起来，然后坐在后面，那学生坐在前面，然后听一听。然后他就觉得，哎，越听就觉得他的脸感觉上里面的表情就越来越好。然后尤其是很多都是爸爸一起来试听。然后因为我是上英文的，然后我英文课很喜欢会就是上课的时候会带歌曲一起，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唱歌，所以就会带歌曲一起。然后有一次曲风是什么 rock and roll 还是？不是，就是比较慢的，对，比较慢的。然后我会上半堂，比如说我们教歌曲里面的内容，然后讲什么，下半堂跟着唱。然后到下半堂的时候，试听的那个爸爸唱的比学生还大声。对，教室不是像邪教一样，他马上就报名了，然后接下来都跟着一起来上。这种老师很聪明啊，先搞定家。家长啊，对，以后就好学了。所以你们看，爸爸多可怜，多久没有去 KTV 了？维纳斯，有没有人说你像维纳斯？我开玩笑的。那会不会造成不好影响？比如说比较年轻，或者是长相比较甜美？嗯，我每一堂课后面都会有一排家长，就是在后面跟着一起抄笔记。啊？就是他们也要参加比赛？嗯，就是其实状况就是说，当下一定会想要先了解这个老师上课的一个脉络，对，那尤其是数学。那当他听到说有一些重点 keyword， 他没听过，或是跟以前教学的数学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想要去记。对，那回头的话可以再重复去当小朋友做一个温习的动作。嗯，对，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是一个优势。家长算是认真的。对，而且这个家长应该也是对数学有点概念的，是的，才会这样子。对啊，像我们去，我们也不知道抄什么。对啊，重点在哪里？题目都看不懂。有的时候还有遇到说教授的小朋友啊，然后其实后面都是师母啊那种。压力很大。师母，哇塞，是大哥。干嘛？在您认真访问的时候，燕君冷冷的冒出一句：“他长得好像方炯斌啊。”你怎么尊重的来宾？你说什么？说什么？他好无聊，你听谁说的？各位网友，郭燕君说他长得像方炯斌。对，等一下看着办。这又不是访问。不是，方炯斌是男的女的？不重要，不重要。方炯斌是男的哎。继续。你怎么这样侮辱这个老师呢？不要这样子呢。郭燕君，不叫名师也是名师啊。郭燕君，你也有女儿哎。对呀、啊。你做为人父的，你搞这种事，以后他混蛋，以后你女儿人家说长得像张立东，你怎么办？真的，谁无父母啊？哎，无聊哎，不过是上个节目嘛，这样侮辱人家，无聊。这样子，医学很好，廖梅啊，盯紧他，是，我老实一点了。医学无聊，会不会有一些烦恼？在补教圈就是会烦恼，大部分就是一些流言蜚语。然后说什么呢？就是他不只是老师哦，我看他哈、啊、下了班不知道去哪上班哦，是不是？不会，我本身就外貌
校条件没有很好，所以不会被这样子质疑。我想太多了。可是因为我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很胖，然后我到现在还是很认真在减肥，可是就是还好吧。我之前快80公斤，有肉有肉有肉，快80公斤。不然你请老师站起来看一下。现在75。老师，你敢站起来吗？好，就是现在是大概54左右，其实还是在很瘦啦，很瘦哎，而且很高哎。没有，我是穿高跟鞋。来，不要怕，今天脸很小。谢谢康哥。在我旁边。哦，康哥们，你看，你看，你看，多显小。好小一个小脸王啊！谢谢康哥。不要，会不会有人质疑你们的这个工作能力？对，就是如果是以刚刚的那个话题来说，就是他们会说你整形，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整形，我应该不会长得像现在这样吧？你不会啊，我应该整好一点。没有，没有整形。整形这条路上也有整坏的那种。开玩笑，谢谢康哥。预算不够，很可爱，很可爱啊，很有人缘的感觉。那个学生会不会就觉得哎？觉得你蛮亲切，对，他们会跟我说心事。那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跟我套招，他们会跟我说那个某某今天老师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就是稍微开导他一下，就是拉他一把。那有时候其实爸爸妈妈说小朋友比较没有耐心，那可能说我们年纪不会跟他差太多，小朋友会觉得我跟你是马吉，那比较愿意去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这样。站旁边吧，可以。新来的，来，对，不是太近，不是站旁边，太近。我跟你这样子不对的，你知道，你要有安全的距离。那多少是距离？太安全了。好，来，这个是你自画像。我是出国玩的时候，我就自己买了一套就是美人鱼装的比基尼，然后我就自己把它画成 Q 版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哎，这是在哪里拍的？在哪里拍吗？这是出去玩拍的，就是在泰国当地买比基尼，然后就自拍。哎呦，在泰国哎，你就带我们去校外教学好了嘛？对呀，然后下礼拜就出发了。请问一下，这又是在哪里？啊！我之前是拍平面的 model， 对，所以会有很多这些照片。你太多才多艺了，真的，我好感动。然后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学生就是在下课的时候一群就去上网搜寻我的名字，结果就自己把这些照片把它印出来，然后下课给我签名。学长，你现在拿这个做什么？老师要考试啊，老师要考我。考试就是要测验你们的画画的技术，然后我会以你们大家的画风来看你们的个性。哎呦。哦，那先算命啊，要画什么？请问我们要画的主题是什么？画我的老师好了，就画我吧。OK， 那我会把你画丑了怎么办？好画要仔细哦。哎，我最不会画画了，真的假的？对啊，老师你可以稍微指导一下吗？老师你可以站近一点让我看怎么画吗？你要，就是这，第一笔通常第一笔很难下笔的。我手也在抖，就是你要先画一个脸啊，请画脸，画脸在看哪里啊？请专心。先画头发。对，头发很长。然后画脸。老师头发真的是蛮长。对。画头发下来。然后脸。脸。对，勾勒一下。勾勒一下轮廓。对。然后耳朵，看你们要自己画半身还是全身。好。先看一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的画风，请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有画某个部位？没有，我整个视觉的焦点，我就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好，那请问他是谁？他是我老师，小优。哦，好，不错，有出息。所以从你的画风，我可以观察到，你可能你的个性是属于上课不会专心听。没有，我们六个兄弟都 focus 在同个地方。六个兄弟。好，你放心。就是上课不会注重老师讲的重点，就是在那边晃神之类的。哦，真的吗？对，没有，我超专注的现在。真的，好，谢谢。不用客气。好，不错。眼睛好大哦。我再画第二张啊，你们先访问其他。好，谢谢。还有谁画好的呢？我画了。好，哇，还不错。但你怎么没有手啊？没有，老师是这样嘛，老师是这样。哦，还有那个，还有姿势性的姿势，不错，很好。那这个看起来很完整，所以一看就知道你可能是一位是属于班上的班长那一种，就是有领导能力的人。因为你看你全部，你连背景啊、海洋都画进去，很有领导力，而且是那种很朋友很多的同学。哇塞，好准哦！哇塞，好准！今天算命哎，很准。那你觉得我怎么这个怎么样呢？哇，阴沉阴沉，卡到阴卡到阴。哦哟，还不错。这个他好像面无表情呢。
哦，为什么？因为那个同学作业没交啊，然后你就生气，有点生气的脸。那我觉得你的个性呢，可能是属于比较同学会欺负你的类型。哎呦，就是班上同学会喜欢欺负的，然后你是那种好好先生类型，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讲中？对对对，好厉害哦！其实都画你了。其实我不画这幅画，你也有讲得出来，真的。很像，就是脾气很好。老师，还有谁？我画好了。哎呦，不错吧？哇，它有颜色的分别，你看，别人都只有同一个颜色，它还有两个颜色。你是画现场哎，不错。对啊，它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裙子，还有它的高跟是粉红色，我都画哎，酷哦，很不错哇。你这种同学呢，就是属于很聪明的班上前几名的同学，是，而且戴个眼镜，就是感觉非常的伶俐、聪明。真的啊，对，不错。对他讲得很准哎，对啊，好感人哦。对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品学兼优同学。谢谢老师。还有谁？老师，我好了。好，老师，你要说抄我的？我没有。你这个为什么你要画的那么凶恶呢？对啊，你是想象的吗？我画自己啊。他好凶恶的脸，太凶了吧？我画的发现比较像我妈。非常有另类的艺术天分。那你的个性可能就是对，而且这只手就是我们的学生的手，不是你的手吗？希望给你教。哦，好 ，OK。你的个性呢，就是属于可能就是。很爱欺负同学，然后都会跟女生打闹，然后拉女生肩带的那种。哎呀，你看看，乖的同学，得体得体，对不对？然后会想象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我手我手，还有一只手之类的。对对对，鹏哥也画好了。不好意思啊，我这想太多了，一时画不完了，所以干脆简单画好了。哎呦，上半身走上半身哎，好像红衣小女孩。而且我只画她上半身。而且你画他的胸部是尖的，他整个人让我会注意的就是他的上半身。是，我想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因为做人一定要有焦点，要有特色。真的，老师就是有这个特色。可是为什么觉得他的胸部是山羊呢？没有没有，因为画还没画完，这个纸太小了。是的，是的，大一点就画出来了。画不下。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的能力已经超出于学生的能力了，你已经属于训导主任那一种。哎呦，那是训导主任的啊，训导主任的能力。